金发看起来很优雅。但是六月还有其他的计划。看呀！哇哦！晚安，做个甜甜的梦哦。金发是没法平静下来的。六月也很挑剔，给我的宝宝的毛绒动物，现在他不哭了。很好的玩具，对吧？没用，也许有这个，还是不行。我为你找到了一块木头，它冷静了，至少有帮助。金发最喜欢的学习用品是他柔软的笔记本和毛茸茸的笔。那什么声音？哦，六月正在努力学习。我需要耳机。六月想要喝一些百事可乐。我会尝尝。不，这不好喝。如果我把它冻上会怎么样呢？哦耶，味道很棒。这什么？百事可乐。行，我会试试。什么？百事可乐果冻，很好吃。你也吃一些。不，谢谢。想试试我的新唇彩吗？没门儿，超级柔软。你看到我新的舌钉了吗？我更喜欢毛毛。姐妹们喜欢锻炼。但是他们俩都用特殊的设备，六月用了坚固的拳击带，金发用跳绳，它太有弹性了，我喜欢它。很重的哑铃，这个球太软了，给你。哦，谢谢。我改用保龄球，我想地板没法满足我的喜好。 Oops， 耶，我喜欢体操。哇哦，好漂亮的健身球，该上床睡觉了。我睡不着，床太硬了，我需要枕头，更多的枕头。耶，这还不够柔软。我知道，再加上一些羽毛就可以了。现在这很完美，谁能在这么软的床上睡觉？我知道，我不需要床垫儿。或者这个，或者是床的问题。我加上一些坚硬的石头。哦耶，做个甜甜的梦哦。谁在这里留下了柔软的垫子？我喜欢洗澡。锋利的眉和闪闪发亮的坚硬的表面，太完美了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他为什么想要我的手？我赢了，我放弃了。
不是我的类型。哇哦，他好帅，皮夹克，酷眼镜，多情的眼睛，握手很有力。六月找到他的知己了吗？这里好热，我的头发很乱。他的头发好柔软，他在抚摸他，我无法看这个。他也带来了他的狗吗？太柔软了，我受不了这个了，走开。我们走吧，亲爱的。这个男人真酷，他捏汽水罐的姿势好帅，我很感兴趣。服务员，他会去吃果冻还是坚果？这食物吗？把它拿走。哦耶，他喜欢坚硬的坚果。这饮料，六月点了果汁。不，我不要这个，我只想吃冰。哇哦，它好完美。想出去吗？耶，我带着坚果。我会在路上吃冰块的。它好可爱，又柔软又毛茸茸的。一束花，棉花，我的最爱。它猜对了我喜欢的东西。不，不吃坚硬的水果，你们送错了。果泥是完美的甜点。派对进行得很顺利，谁能打破皮纳塔？去吧。六月按照他自己的规则玩，砰，搞定。棉花糖，硬糖，好吃。他毁了一切，纸杯蛋糕在烤箱里，我要降低温度，这样他们会更软。闻起来很好，纸杯蛋糕，它们太软了，我们需要再烤一会儿，我会调高温度。它们烤糊了吗？它们像石头一样坚硬。纸杯蛋糕做完了，好吃又坚硬。金发正在挑选一些新衣服，这件好可爱。哇哦，它们都好柔软，我爱所有的，但这是最柔软的。我认为可以用一些织物柔顺剂。或者用更多。金发非常重视这件事。我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柔软。毛衣变成泡泡了，但是金发喜欢。没有正常的衣服吗？这件比较好，这还不够硬，我会买的。别担心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倒入一些石膏，还有水，好了，完美。现在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坚硬了。
胡萝卜非常坚硬而脆，我喜欢它。哦不，六月又动了食物，我现在该如何吃棉花糖？我要给它上一课。我的胡萝卜在哪里？它们去哪儿了？你可以吃胡萝卜，会很好吃的，但不再坚硬了。你看到过我的胡萝卜吗？在这里。哼，我该怎么吃这个？如此的柔软和令人恶心。我该怎么吃坚硬的棉花糖？它们很好吃，那么你就吃它们吧。你吃胡萝卜泥吧。实际上很好吃，女孩们都很开心。你喜欢我们的新视频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更喜欢谁，温柔的金发还是强硬的六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芜湖省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